全身24小时氧案例。吕先生17岁，美国亚特兰大，症状全身24小时氧。2009年5月18日第一次接受原始点处理，隔天再进行第二次拍摄。我从小就有了，就是三年前才开始很难过，很干，然后破，从小擦 cortisone， 然后越擦就越不好，然后越吃也是越不好。去年打针也是 cortisone， 为了我的皮肤，只是后来屁股肿一个大的瘤，然后要开刀。干的洗澡出来很难转我的身体，难转腰，还有很难抬手，脖子也很难转，皮肤都皱起来，好像那种老人皮肤，就一条一条线。西医都说，没有救了，就是一辈子要那样子。那中医还是有说有救，吃药也没有用，针灸也没有用。最后才碰到张医师，他教得很好，然后他说有救，然后帮我治疗一次，然后就开始不痒。第一次就帮很多人不痒，差不多三个小时就不痒，晚上也很好睡觉。现在是第二次，然后身体很舒服，筋也松硬，手脚也松硬了。吕先生案例追踪，约半年后，吕先生好了七八成。有一次去佛罗里达州埋沙，事后追踪已确定痊愈。